我没骗你，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苹果了。这个不买，我觉得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好香哦！都知道，因为这边的天气是冷嘛，然后就是蔬菜会特别特别好吃，就是天然大自然的冰箱，所以呢它的甜度是好吃。那我想说，有看到卖苹果这么多人在排队，他说很好奇过来看一下，然后我已经试吃了，我没骗你，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苹果了。这个不买，我觉得我会后悔一辈子。一颗苹果就这样，好香哦！你得有没有看到这个蜜？真的好好吃哦！它是真的是甜度非常的非常的够。然后就比较不会有那种酸酸的香味，但是呢，后面的时候还是有那种很清爽的感觉，真的好好吃哦，太好吃了。好吃，大家一起来吃，很划算呢，这样一袋多少？700块，700块台币多少？两百，有200多吗？200多，这样1、2、3、4、5颗，很便宜耶，好开心哦！